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罗少君。接下来三十分钟，我们将带你一块来了解发生在你我周遭区里的大小事情。高雄市慈贤慈善会鼓励长辈走出户外，特别安排健康操体适能的课程，当中指导老师李美珍扮演重要角色，她的举手投足都让长辈们开心学习，不仅获得了健康，更是获得了快乐。训练着咱的肌肉的力，吼，肌力、肌耐力、搁柔软度，等于因的规身躯啊，拢照顾着，有延伸、伸展，啊，真正来，恁的脚愈来愈有力无？啊，走路有走出去无？宛如造势场合才会出现的口气，在李美珍的身上却是表现的再自然也不过。身为音乐体适能的专业教练，同时也是高雄市音律活化协会的督导长，李美珍给人的感觉就是时时刻刻充满活力，带领周围的长辈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73岁啊，阿弟的医生感到讲100分，真的，100分，真的跳了袂歹，跳了个足快乐。我拢，大家拢啊想讲哦，今日拜伊，遐紧搞，遐紧搞，来照见公母安尼，啊含大家安尼聚聚啊，足快乐的安尼。那你觉得美珍老师安怎？赞。袂歹，无得吹，天下间第一好诶！老师足好吹，互阮足欢喜诶！安尼，我觉得老师很棒哦。嘿，很棒，老师足好诶。感谢 ，I love you。只要接触长辈，我觉得我都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因为你唯有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你才会就是无私的去奉献，把我们所有所会的把它交给他们，就是把我们的技能啊全部都交给长辈。参与音乐体适能活动推广将近7-8年，李美珍认为长辈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家人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因此他不断鼓励学员们要活就要动，甚至连60-70岁的长辈也都被他鼓吹加入种子教练的行列。身体健康，自然我们的小孩子啊，在家他们出去工作就不会烦恼说我们的长辈有什么病痛，那他们很快乐的来这边学习，是不是我们的家庭好，对我们的社会也好啊，当然对我们国家更好，因为他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欢乐，哎，那让长辈他们很愿意来上课，因为长辈愿意从家里走出来是不容易的事。那因为美珍老师的魅力，个人魅力，所以他粉丝很多。长辈刚来的时候都比较拘束嘛，可是透过老师他这个欢乐的力量的渲染，你看大家每个人都那么快乐。身体健康是长辈们最大的财富，李美珍尽管不时挂在嘴上，但透过轻松的口吻以及独特的教导方式，将观念深植在每一位长辈的心中。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再来看到的是口足画家高淑专，20多年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全身几乎瘫痪，他曾经想不开要了断生命，后来他放弃这个念头，反而从画画找到生命的出口。如今不但子女事业有成，他还捐出画作作为脊髓损伤美人及斗士选拔会的经费。他也勉励和他遭遇相似的伤友，正面的迎向每一天，让人生活的精彩快乐。口里含着画笔，一笔一画描绘眼前的画作。尽管无法像双手一般如此灵巧，但每一张作品却是充满了生命力及想象力。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要摇嘛，啊，那个笔触的时候，一直流口水。然后那个笔也要动，那个笔也要动啊！没有人帮我们呢，我们至少也训练我们的舌头，让笔转动。口足画家高淑专20多年前的一场车祸，因为脊髓损伤，全身几乎瘫痪。原本也对生命绝望，但身为母亲，为了孩子，她开始跟命运搏斗。如今儿女事业有成，意外让她开启画画的世界，从此为自己勾勒出彩色人生。因为画画能让我全神贯注，让我的全身的麻痛，暂时忘记我全身的麻痛。我也会去注意我周遭的人事物，还有一些静物跟动物。我就每天这样子画画，有时候会一直看这幅画，我要怎样画才漂亮，就每天
我将我的心思都放在我的画画里面，然后我就用我的嘴巴一笔一画慢慢地勾勒出我生命的色彩。高淑专坦言，一开始学画十分辛苦，不但控制不了口水直流，牙齿也痛到不行，但一笔一画慢慢学习，如今画画让他忘记了伤痛，也可以帮助周遭伤友走出困境。快乐也过一天，痛苦也过一天，如果你每天这样子很就是怨天尤人的话，会感染到你周遭的朋友，你的朋友会 更不会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们就用正向的能量去面对所有的一切，我相信老天爷不会亏待我们的。脊椎损伤的朋友，他们其实很多需要的其实不是外在的身体的疗愈，其实很多是关于内在情绪跟心灵上面的疗愈。是创作是来自于天上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有当生活你看到美丽的画，听到优美的旋律，其实整个内心的心情它都是会受到抚慰跟安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疗愈心灵的一个管道。不论是画画、音乐或是文字，其实都对疗愈伤友身心大有帮助。目前台湾约有20000多名脊髓损伤人士，高淑专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身体残缺并非人生的终点，反而要开心快乐，让自己活得精彩，迎向生命的阳光。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再来看到台风过后，担心登革热疫情也跟着拉警报，市府防疫团队就在部分积水的地下室查获病媒蚊的幼虫或成虫，卫生局呼吁民众要尽快清除室内外积水，在清扫环境时也要做好手脚保护，另外饮水和食物也要注意，以免吃了引起肠胃不适。莫兰蒂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造成高雄市多处地方积水，卫生局立即针对列管的地下室进行疫情调查，结果大部分的地下室都有积水情形，有的还查获登革热病媒蚊的幼虫或成虫，让防疫人员大为紧张。呼吁的就是说，像我们的积水地下室，因为积水地下室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到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有一些决绝，因为我们知道只要5cc 的清水，帮我们就会繁殖。那所以如果是比较少积水，我们就会投予一些化学防治的药物一些清洁剂等等这些处理。除了地下室容易积水之外，居家内外也发现轮胎、雨鞋等杂物有积水的情形，呼吁民众要赶快清除这些脏乱点。另外，容易积水的工地也列为巡查的重点。现在有一些地下铁工程、铁路地下化或是甚至我们一些工地，那这个在下雨之后，其实那个工地很容易也会积水。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那这部分我们会采取比较严格的，一旦工地被发现被检查出来有滋生源存在的时候，那除了罚款以外，工地是会被停工的。大雨过后，民众在扫除积水、清理环境时，最好要穿着雨鞋、戴手套、口罩等，避免受伤皮肤暴露在污水和淤泥里而受到细菌感染。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说，有些像钩端螺旋体的部分，那是会因为脚部的一个浸泡水，然后有受伤之后，比较容易在那个污泥里面产生的部分。所以，进任何一个复原、救灾复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所以穿好鞋子，穿好防护的设备，这是很重要。另外，台风造成停水、停电，冰箱食物解冻过久或者泡过水，最好不要再食用。饮用水也要煮沸再饮用。蓄水池淹水的话，要确实的清洗消毒，以避免引起肠胃不适。最重要是我们要干净的水源。处理食材虽然是熟食，可是可能你环境可能不够安全、不够干净的时候，那也会有一些传染病。那灾后这种传染病其实比较常见的是像一些大肠杆菌。台风过后气温回升，适合蚊虫细菌滋生，雨后积水没有马上清除的话，很容易引起登革热大流行。卫生局呼吁民众确实清除积水环境，以确保大家的健康。社区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三民区振兴里的李明实在很可爱哦，三不五时就会有人拿东西送给里长沈秀玲。原来办公室经常会有志工泡茶聊天，平时社区居民感情好，只要有好东西就想拿来跟里长分享，宛如一家人。啊，谢谢谢谢啊、哦！你看哦，我们的志工好棒 好可爱、哦。是这里的。这位妈妈手里拿着一袋刚切好的芭乐凤梨走进里长办公室，但没一会儿功夫，又有一位妈妈拎着一盒洋菜，直说要跟里长一块分享。
这刚回来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来。我们这个里长哦，他什么都好，做事也是很积极，所以我们都很支持他。啊，就这样简单。送些水果给。对，尝一尝。里民们三不五时就会带着东西到里长办公室。原来沈里长平易近人，深得社区长辈肯定，再加上办公室经常有志工泡茶，久而久之培养出浓密情感。只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一块分享。这里的志工大家都很好，很合作。就是我们的里长。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一人比一人更好更棒，这样子。我们都像个大家庭，像兄弟姐妹，都非常的棒。我有时候会去唱歌，去 KTV 去聚餐这样子。里长哦，真正真重要，无人安尼啦，真正的啦，嘿啦，这个要继续啦。平常时啊，做人有够好，所以讲今仔话当做里长是个福报，伊人坐人娱乐，无人嫌。所以讲，伊是进行你遮，代表讲伊就是袂歹，一句袂歹尔，搁再袂歹。李明的好意看在里长沈秀玲眼中，实在就甘心。聊着聊着，又有人把车停下，送来豆干，要跟里长一块分享。对，我看到了。哎，上来，我上来来了，我同我讲的。我刚才就开车开过去就停下来了。都跑太瘦了。手工卤豆干。就连染发都有李明要帮忙。里长说，平时忙于里内事务，很多事情都无暇处理。还好这群社区志工及妈妈们特别可爱，随时都会给予协助。也难怪走进里长办公室，桌上的水果零食总是吃不完，因为随时都有李明上门，等着要跟里长一块分享。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我是林雅区林隆里王文禄里长，要向观众朋友大力推荐社区好新闻这个节目，专门报道区里人情故事，看了好新闻保证有好心情，赞。庆年港都生根在地，左邻右舍拢来看社区好新闻，赞。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关心地方，热爱港都，社区好新闻，赞。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由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上周六安排的是公益场，特别邀请到一滇基金会学员跟家长一块跟着导览人员畅游高雄，一整天下来除了造访香蕉码头，也认识香蕉王国的昔日传奇，也在历史博物馆内看到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就在全车人员欢呼声中，专为伊甸基金会家长及学员安排的幸福区里日游公益场次欢乐出发。首站是来到位在盐城区的高雄历史博物馆，这里的特展多到不行，在导览人员解说下，带领大家参观熊素叶故乡特展，进一步认识林园区跟大树区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也让伊甸基金会的学员个个大开眼界。凤梨、荔枝，还有那个林园有凤皮头遗址，也很好，就是很好玩。希望下次可以跟他们再出来玩。这一次办这个活动很开心，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玩。由于学员平时少有机会到外面旅游，这次特别安排公益场次带领他们认识高雄，显得格外开心。
另外还有不少家长陪同一块感受亲子同游的乐趣，实在就甘心。我们这些学生呢，其实他们要这样出来机会非常非常的少。这次庆龄也很好，帮我们安排了游览车，然后又有坐船的一些，就是交通路程都帮我们安排好了，然后餐点都帮我们安排的非常的丰盛呐、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感谢，让我们这些学员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到盐城香蕉码头也不能错过，学员除了认识昔日台湾香蕉王国的历史之外，站在香蕉码头边远眺船只入港的景象更让他们感到新鲜。除了仔细聆听导游解说之外，也不时望向碧蓝海面，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而这就是庆龄港都举办公益场次的重要意义。庆龄港都有线电视呢，深耕高雄这么多年，那我们除了办了8场针对一般民众办的一个一日游的活动之外，我们也希望就是针对弱势比较弱势团体的部分，我们也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提供了我们特别也规划了3场，就是继之前的第一场是南家福之后，这是第二场针对伊甸基金会的一个大朋友小朋友来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接着后面还有最后一场的一个阳光基金会，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一些比较可能他们平常因为有一些困难或者是比较没有机会走出户外，都可以跟着跟我们一般民众一样，都能够有机会踏出户外，然后跟我们一起爱上高雄。庆龄港都有线电视用心安排幸福区里一日游，获得收视户极大肯定，也对居住的高雄有了更深的认识。也难怪每一位参加的民众，不论大人或小孩，都开心不已，直呼爱上高雄。社区好新闻，潘之光、王思武采访报道。由庆龄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城市行动厨房受到民众好评。上周日呢，加开3场的安扣场美食 DIY 课程，由甜点主厨教导民众制作提拉米苏。不少学员是全家参加，大手小手一起将奶油和配料组合，成了漂亮又可口的提拉米苏，大家都好有成就感。开始要自己做提拉米苏了，大小朋友都好高兴，大家猛拍照记录，跟着主厨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学。不要杯子外面的，你杯子里面来说。那它食材就是最主要要注重它的新鲜度，因为它没有经过烤箱，所以说没有做到所谓杀菌的部分。那所以说在食材的新鲜度上，尤其是像蛋黄啊或者是鸡蛋这个部分，最好是能取当天新鲜的食材。先把吉利丁溶解，再把奶水加热，最后把鲜奶油和其他材料倒在一起，打成稠稠的，就可以挤入杯中，再放进饼干。提拉米苏的半成品大致完成，还蛮好玩的，蛮简单的。这个在家里平常我们就可以自己这样子做，可以自己制作，这样很方便。参与这次美食工作坊的学员，大多是爸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大家齐心协力，有的负责搅拌，有的帮忙挤鲜奶油，很快就学会了。可能就是老师说的那种鲜奶油吧，打法不同啊，因为我没有打好的话，可能马上就失败了啊，对不对？以及老师的步骤，你要上课要讲了，就是记得非常清楚，不然的话做失败了就口感就不好吃了。半成品放进冰箱冷却之后，撒上饼干粉和糖粉，就大功告成了。看到这么漂亮可口的提拉米苏，大家都好有成就感。是觉得蛮有成就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东西呀、啊。今天第一次做，而且我们速度上做得很快，然后有照老师的步骤来做做起来很漂亮，很好。有的是食安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原料取得的方式，每个人他所需要都不一样。那所以说你在家里能自己做，第一个你能很清楚的知道你所用的食材是哪些。那所以说庆龄港都办这个活动，我觉得是相当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好吃的美食大家都爱，尤其可以自己动手做，那种成就感真的是无法形容。庆龄港都有线电视在举办11场次的美食工作坊后，应民众要求又加开提拉米苏安可场，让更多民众享受 DIY 做美食的乐趣。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带您来看到前金区三川里里长庄敬勋，为了实现当初竞选承诺，将自己住家作为国小学生下课后临时的托育据点，这个服务获得邻里好评。每到傍晚，里长住的巷弄内充满小学生的欢笑，所营造的气氛让三川里宛如一个大家庭。三川里里办公室前，五六个小朋友坐在椅子上，乖乖地拿起书本来看。当中有里长的孩子，但绝大多数都是里民的小孩，因为临时有事送到里长家，请里长协助照顾。以我们自己当父母亲的经验来讲，真的很难去临时找到一个人来帮忙，说帮我们照顾小孩之类的问题。对，所以我们提出这种服务的话，我相信多多少少一定会帮到里民一些。对，原来里长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将里办公室当作临时托育照顾据点。没想到这项服务大获好评，里民纷纷将小朋友送来，久而久之，里长住处仿佛就是一间安亲班。我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然后可能都会在外面玩，然后久而久之就是认识，就想说，哎，哇，小孩子寄放一下是怎样子，然后都是邻居比较多，就是附近的里民。然后后来我们像我们志工妈妈里面啊，他们有时候晚上可能有事情，然后也会放，就是把小孩放在这里这样子。如果遇到里长工忙也没关系，这里的志工妈妈都会协助照顾，宛如一个大家庭般互相帮忙。小朋友来这边，然后有大人可以照顾，那家长相对的会比较放心，而且就是我们有几位妈妈会在这边，可能还可以帮她看一下功课，指导一下她的作业这样子。里长贴心的服务拉近三川里居民的距离，每到下午学校放学之后，巷弄里处处充满孩童的欢笑嬉闹声。有好耍，还有人这些人跟你去佗，还有很多人有空跟我玩。哦，所以很喜欢来这边，对不对？哇，我也很喜欢来玩。庄里长将里办公室作为临时托育中心，一来里民可以无后顾之忧，二来也成为里民的联谊中心，也难怪办公室前随时人潮满满，笑声不断。谢谢爸爸。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你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十月四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适合祭祀、普渡、解除、会亲友；不适合嫁娶、开市、动土、开池。冲牛煞西方，44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每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罗少君，我们明天再会。
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二号，来。今天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当教练之后，我常告诉小球员们，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每日透早，我拢是准时出发，不管日时也是暗暝，不管寒天也是热天，拢会使看到阮的身影。因为这20几年来为高雄市民服务，就是阮上重要的任务。永远的老朋友，青年港都有线电视。Ito, bitbidyon daw, kapapain lang, karon.